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吗？好吗？我现在在广西桂林啊，广西桂林，广西壮族自区，桂林市附近啊，这个地柚子啊，这柚子不行。吃瓜群众，下边就是著名的漓江山水，好吗？走，好孩子，走。上午一天我都没播，哎呀，太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想睡觉这是。喜欢睡懒觉了，下去，下去好吗？嗯，好孩子，嗯，来来，过来，漓江的水是属于枯水期，天气还是不行啊，因为昨天附近嘛发生山火了，这个整个市区被那个山火的烟笼罩着，今天天气还是不行，烟蒙蒙的。来来，黄毛，走啊，嗯，走黄毛毛，嗯，走走，干什么了？来来，黄毛，走，好孩子，走。好孩子，走。这想干什么？前面想野炊吗？前面一个河滩，我看他们想野炊，人也不少。把花猫撒到河滩，让它自由自在的跑吧。只要不跑出我视野，随便它跑吧。我害怕它又捡食河滩边上的那个烂什么烂鱼。狗是不能吃鱼的。走，走，嗯。明天带他登个山玩。